是 SG， 他是太太。太太。我觉得拼品已经是我们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欸，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养，可以养一只狗像到拼品这样，真的很不错。我的福气啊！对啊，其实并不是每只狗都可以每天待在身边这样工作，它算是非常稳定的。很乖，它是公主，是乖狗。有时候其实常常会出现的是，你比如像我们就是有时候拍照会，比如你要用身体去盯你的位置哦，然后拍完的时候会可能站不起来或者爬不起来，因为整个全身会有点酸痛，这就是平常没有养成运动好习惯的下场。这张专辑叫做《花又开好了》，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，人生就像花开，也会有花谢的时候，可是不要害怕，因为在花谢的那一些东西啊，都会沉入那个土壤里面，然后变成养分，你再重新吸收，重新再去那个咀嚼它，你就可以重新绽放自己。对，所以就是告诉大家，就算你在低潮，你不要害怕，总是会有往上走的时候。整张专辑很多歌其实都真的就像你说的，很多希望之歌，可以安慰别人，同时也可以安慰我。然后呢，这暌违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然后这张《花又开好了》专辑就是我们这一阵子的生活跟生命故事的结晶。